好，给秉忠一支麦，音乐吹落去。你是唱《中华民国颂》对不对？我还记得那首歌，你唱得很好。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。这个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讨论一中哦，所以呢，《中华民国颂》大家已经听到这首歌好像也是蛮必须的，也蛮必须。好，但是哈、哦，这个好了好了，好，今天哈、哦、我们来谈论一中的话题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让两岸网友都来一起来讨论啊、哦。所以呢，我这个《中华民国颂》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啊、哦。那我现在唱另外一个啊、歌啊、哦，叫什么歌？叫做《中国一定强》啊、哦，这个。中国一定强，中国一定强，你看那八百壮士奋守东战场，中国一定强，中国一定强，你看那八百壮士，你前面也八百壮士，你奋守东战场，可以、啊、还可以啦，我这都没有来过，这个可以，你这样唱就对了啊！这个乡民都给你打赞了啊！有说支持秉忠被政治耽误的歌手，秉忠短短几个秋也来唱一下。对，我感觉你要唱都要酝酿，你都不能唱。我要酝酿再起势。你奇怪了，你没有 keyboard 老师你就不能唱吗？人生短短几个秋就唱嘛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人生短短几个秋也是我们台湾才有的秋。对哈、哦，这个是。台湾短短几个秋，呀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台独啊，西边看看统一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原来你唱歌酝酿，原来是要把政治的意义加入歌词里，要跟我们节目有相关。是太好了，哇，我们错怪你了啊！不是只有唱歌而已，里面有含义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，号称台湾的 LBJ 刘宝杰。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Claire。到底今天有什么重大新闻要发生了？什么事呢？什么事呢？就是我们雅虎 TV 的下面大会已经上 YouTube 频道了。哦，有些什么该注意的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大家记得要去 YouTube 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开启小铃铛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太好了。